俄罗斯发生了夜店大火，根据了当地的媒体报道，目前已经造成15人死亡，还有5人受伤。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浓烟还有大火是不断的窜出来，消防队是紧急拉水线灌救，但由于火势非常猛烈，一度造成了屋底坍塌。目前大火已经扑灭，但传出是有客人在店内玩烟火还有信号弹，所以才会导致意外。